看到美丽的风景像世外桃源，我也陶醉在这里面。每一个星期六我在这里，你爱着我与你见面。我们人人都像我一样陶醉在里边，尽情享受。在民国65年，中视把综艺节目的布景拉出了摄影棚，你爱周末就是以豪华酒店为舞台做现场录影的播出。